多谢志仁，国际学生能力评量会计划2022年的报告已经出来啊！台湾在疫情期间，数学、科学、阅读的表现拢有进步，冲入去前五名，这是六届以来表现上好的一摆。数学这科呢，平均的成绩有547分，第81个国家排第三名。直角倾斜放在墙壁上的时候呢，这边也是直角嘛，啊，这边也有直角的关系哈。老师详细教学生啊，解答题目。数学考验的唔能干那背公式，也考验逻辑思维。啊，那台湾伫数学这个部分成绩未歹，今年数学的奥林匹克竞赛，佮得到一块金牌、四块银牌和一块铜牌。在疫情期间，数学也有真好的表现。PISA 是 OECD 每三年举办一次的国际性测验调查。上新的 PISA 报告公布，台湾在疫情当中进行成长。第一季控制今年的报告，台湾的数学平均是547分，排名为第五，冲起了到第三。阅读甲科学也冲入前五名，这是台湾伫六届的评测内底表现上好的一摆。停课时间也是用线上，所以如果线上没有上课，我们也是实体上课，所以我们学习力还是有维持在学习。好，那教学部我们还是维持一样的动能。严格安尼好表现，所有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。因为以全球的数据来看，成绩和焦虑的程度通常会颠倒病。要么在台湾，那成绩高，学生的焦虑感也真高。比较多的还是来自社会的焦虑啦。那当然，家长的焦虑也影响很大。到底我选数 B 这样够了吗？我要不要选数 A？ 那选数 A， 原来数 A 这么难。还没有确定他的方向，所以他们在选取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焦虑的情形。对未来的美梦，亚洲社会父母的期望，拢是学生啊压力的来源之一。老师跟来当地教学生尽力来创新。明焕老师也有设计很多桌游跟课程有相关，像我们就有口诀啊，就是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开根号除以二。考卷游戏，就是想办法要降低学生啊背册压力，让数学变得更加趣味，避免学生啊学个痛苦嘛失去兴趣。Hello， 我是林淳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